所以说，哎，我替他把大家的钱全给还了，他还我一个人，他还谁不是还？我就是这点意思。万八千，你也别在这儿绕来绕去了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为什么突然的啊要收这笔债？你要不然跟大家说一说，也许你说了心里话啊，大家听听还愿意呢。 你要愿意跟我们说实话，说不定说出来大家还有伤有量。但你如果一直这样，一直绕，那对不起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那大家就散会了。哎，别散会！我的意思，真实想法，我就是想帮您。这样，我也是债委会的一员吧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提，同意我一次性把甜蜜账给平了的，举手。 哎，我再次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啊，我们认真想想，他为什么要替甜蜜背这个债务啊？想想我，想想甜蜜啊，我们集体啊，要粉碎万百千的阴谋啊！各位叔叔阿姨，你缺心眼儿吧？啊？你看看，我没法跟你们聊，你说，哎呀，不识好人心，您说是不是？这滚！ 叔阿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收钱难，送钱也难啊。罗总，这些人就是缺心眼儿。不过我后来分析了一下，他们因为上当受过骗，对人啊缺乏了基本信任。我现在非常质疑你的能力啊！哎，您可千万别质疑我的能力，我现在什么都缺，就不缺能力。 那你缺什么？运气。我要终止跟你的合作。为什么呀？考零分跟考50-90的人，我更愿意跟考零分的人合作，因为运气比能力重要。今天就这样吧。哎，还没到5分钟呢。有些事情不需要5分钟。我求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啊，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您办好了。 机会只能给一次。不过你终究替我做过事，我可以给你个忠告。啊，什么忠告？赶快上岸做点正经事，别再从事你这个职业了，否则吉凶难料。哎呀，罗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也觉得干我这行现在越来越危险了，我想转行，可我不知道干什么呀。哎，您给我个忠告。 哎，再见，罗总。哎，哥，我没想到你真的能跟这么大人物一起喝咖啡。昨晚你跟我说我还不相信。哎，拍下来没有？OK 了。哎，拍上了。清楚。反正我用的是那个美，特别清晰。 哎，你怎么拍的呀？咋了？我脸有这么大吗？哥，你哪儿脸？那是后脑勺。角度问题。那你拍的吧，脸大。我那人像模式，拍人特别像人。行，反正我那修完拍。哎，给我想个文案。文案。岁月静好。特别好。 是吧？特别好。